这是激光器的电源线三根，这是信号线，然后电源线在激光器的这个位置，它是不可拆卸的，信号线可以拆卸。先安装尾部的激光器尾部的信号线，首先把这槽对准插入这上面，旋转这个帽拧紧，好了，安装完毕。然后这部分线也是在尾部找孔插入，对，将激光器的电源线顺着跑槽走卡槽部位，顺好。将激光器的火线 L 什么？来了，插到 W3，上紧即可。N 对 N3。上紧即可。D 线 G 这到 PE 就是 D 线，打开一个螺丝口插入，上紧即可。好，激光器的接线结束。然后将盖板规划好线路之后，将这是激光器信号线，也就是说输入线。每台机器的接线方法跟激光器是。等会儿我看这红色的机，红色接六。以前是七来，现在改为六了。然后插入上紧。上紧即可。具体的信号